小王，哎，你这大半天又跑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刚才你在开会，这回我没敢打扰你了。这个周明衍来电话了，然后呢一直在哭，急得不行，非让我出去，我就安抚了他一下。小王，你都已经学会拿走别人的案子了？我没拿您案子呀，我没时间接他电话，不等于我不接他的案子呀，这更不是你拿走别人案子的理由。 上回在门口你跟我说的，让他找别人帮忙。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当时我是在开会，你搞不清楚状况吗？怎么了？啊，关主任，哎，没什么，我的委托人来电话，廖旺接了，他就自己把那个委托人电话要过去，又去见面什么的，然后我没有这个案子就，不，这个肯定是不合规矩啊。到底什么案子？90后小两口离婚的案子。 不过我没有抢你案子，文雅，不是从几年前你就专注经济案，不接理化了吗？对呀，所以我就让廖旺接下了吗？反正今年这一年啊，你会很忙很忙很忙，啊，那些小小不严的案子，索性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嘛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 这帮孩子们呢，接个案子也不容易，可是呢，他们又需要锻炼。您说的对。嗯。那个小廖。廖旺，既然关主任发话了，那这个案子反正我也忙不完，你就好好表现吧，啊。谢谢陈律师。啊。啊，不用。哎，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该你表现的机会，你可得好好发挥，加油，继续努力啊。 廖律师，您快递，您今天的快递是一头熊，还有一张卡。这熊送给你了，你要是不喜欢呢，可以把它撕了，也可以把头拧下来。还有啊，上面的毛毛一根一根给我把它拔掉，再不喜欢就扔掉吧。哎。 说你没开车让我送你过来，其实是想把我骗过来。那什么，那叫骗呢，应该叫请。人家特地说了，让我把您请过来，他在楼上等您。我不去，我不想见他。他说今天见面不是为了要谈你俩的事儿，是为了聊阿姨的事儿。我妈。 到了到了，就这儿啊！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想我呀？啊？来了，坐吧。嗯。哎哎哎哎哎，等等啊！什么？来都来了，不是？饭点我都饿了。好的好的好的。 改天我去找你，啊，没问题。来，亲一个啊！哦，不认识是吧？来来来，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牛总监牛志凌老师，您前妻啊，李总。嗯，啊，我们李总，李恒基老师，您前夫。 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幸会幸会啊！边吃边聊，边吃边聊。
牛总监，好久不见啊。别阴阳怪气儿的。又有艳照了，今天特意把我叫过来给你鉴定一下。慢慢吃，放心吧，牛总监不会跟你抢吃的。李恒进。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快说。我帮了你的忙，你还这个态度，这不对啊。阳光，麻烦找个你们领导，说话不难，说好不易，咱们还是得好好说话。说话不难，说好不易，我们一定要好。闭嘴，吃你的饭。报告完毕，啊，把那肉丢。我妈到底找你什么事儿？说。牛志玲，你妈妈一个人住，你都不闻不问的。用你管。也是，不赖你。你妈有什么事儿，直接打给我，从来不找你。你快说吧，我妈找你什么事儿？水管维修、材料、劳务费，800块钱。哎。就替我妈修了个水管，却非要把我骗过来。你直接跟我说，我手机打给你不就完了？还有李恒基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啊，别烦我妈。那你妈打给我的时候，我该怎么说？你老人家别打给我了，我跟你女儿离婚了。啊？我现在就转。转给我？那不行，我付的是现金啊，你得给我现金。多少？800。哎哎，拿300块钱。我跟他吃饭从来不带钱的。以前不用带，以后也不用带。嗯，记住了。哎呀，狼啊！修个水管怎么这么贵啊？你妈家楼下的五金店，物业也在，你可以去核实一下。欠你300，那你可得赶紧还。逾期我收利息了。我刚刚收到你妈寄给我的什么红枣银耳，你赶紧找人来拿一下。转告你妈，以后不用再给我寄了。女人吃的东西，我拿他们干嘛？再说了，我怎么跟我妈说？说你现在没儿媳妇了，我离婚了。说不了啊。你自己说去啊。你们俩慢慢演哈，我吃饱了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算了，我的事也说完了，我送你。李恒基，哎，你把我叫来的，你买单。买过了，怎么？你要加菜吗？谁稀罕吃你？你领导都走了，你都不用送他。啊啊啊！你说好好的一对夫妻，怎么会说离就离了呢？我们俩的事儿不用你管。不是说你俩，说那对小夫妻，他们俩怎么说离就离了？两口子闹离婚，肯定是性格不合，感情破裂。感情破裂只是结果，并不是离婚的原因。而性格不合，通常也只是一个借口罢了。咱们俩能不能不聊这些？这几天我得请41度的饭碗吃饭，你作陪啊。你们姐姐们在一起喝花酒。干嘛找我作陪啊？不应该找赵丽那样的小鲜肉吗？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你提升热度吗？
我让方爱给你安排一次专访，我听说你现在人气蹭蹭的往下掉啊，登一次41度的杂志，让你的形象时尚一点儿。还有那个方爱不是帮你那个表妹进了罗秀的工作室吗？这个人情你不用愁啊。啊，是是是，应该的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小两口的离婚案你预备怎么做呀？静静啊，你现在可是开始上班了，你这个工作在外面东奔西跑的，一个女孩子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知道吗？知道啊。哎呦，你瞅瞅你那碗里有猫吃的多了。我早上上班的时候吃过了，我可饱了。哎呦，就我一个破照相的拎包，那叫上什么班啊？那叫，人家那是摄影师。再说了，那个包是普通的包吗？那是神圣的包，艺术的包，随便一个都比我贵的。你瞅瞅那疯丫头啊，是不是跟他那个不着调的爹一模一样？来来来，妈，这汤啊，我炖了一下午了，您尝尝。哎，好嘞。我妈，你就让我姥姥说呗，她高兴。姐，姥姥，我爸妈这都离婚多少年了呀？全靠您，您就是咱们家大功臣，您是咱们家那佘太君呀。就是托您的福，我跟我妈妈才过上了这么好的日子。我倒是想让你们过好日子，你没看人家都打上门了吗？让咱过好日子吗？妈。你说你房子的事情你不早跟我哥说，你非等到人家拿律师函过来。我哪知道他会直接找律师跟咱们打官司呀？他就算不看你姥姥不看我，也得看你哥的面子呀。姥姥妈，我现在有工作了，我有工资了呀，租得起房子，咱们可以搬出去住。说什么呢？你往哪搬啊？我实话跟你说，这房子是你舅的，你舅舅走了就是你哥的，你哥要不回来，这房子就是你们娘俩的窝，啊，我还没死呢，谁还能把这房子弄走？我都不信了，哼，这房子能落到外人手里？喂。现在啊，行，我马上过来。姥姥妈，你慢吃啊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你把饭先吃了再走啊？哎呀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这饭还没吃两口呢。别喊了，你还不知道你女儿是250啊？回来吃饭。你把我房间打扫了，嗯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我就是看房间太乱了，东西都堆在地上，要是有人走进来绊倒了怎么办？是啊，是什么样的蠢货才会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绊倒呢？我不是说你是蠢货，你动我的东西。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我找不到底片了。给，全在里面。很好，但是我现在希望这个房间恢复原状。
是恢复原状，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在原来的地方。好的，老板。是个女的吧？哎，也是一个男的，好像是一电视台一主持人，脸还挺熟的。主持人啊？哎呀，你是阳光吧？你好。我在电视上见过你的。哎，那个，我可以跟你合张影吧？可以。你帮我照。来啊！一二三，好。对呀，真好。我可不可以发张朋友圈啊？没问题。啊，真好！哎，你看看。那个周女士，那个咱们能聊正事儿吗？而且这儿可能是不太方便。哦，那就里边走吧。来。好。周女士您好，我们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聊聊上好好说话这个节目调解的事儿。我才不要去呢，这结婚离婚啊都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才不要放到那个电视上让大家来笑话我呢。哎，那你知道现在蒋家栋已经答应上我们节目的事儿了吗？他那个人啊就是喜欢出风头的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他原来就特别羡慕那个拍视频的网红，说他们来钱很快的，他想出名就让他去出好了，我才不要配合他。其实你现在配不配合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，到时候凭他一面之词，基本上所有的观众都会认为你们离婚是因为女方太不懂事。哎，他胡说的呀，我们两个还没有离婚呢，他怎么能这么污蔑我啊？既然想跟你离婚，他肯定找对于自己更有利的说辞啊。哎，他真的是为了想出名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。哎，我当时真的是我脑子有病啊，我怎么能会跟他这样的人在一起啊？哎，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呀？他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咱们分析一下，他如果再继续这么炒作下去，再配合我们好好说话，到时候节目一播出，他搞不好真的会变成网红。除了可以设立自己的完美人设以外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他能获得背后潜在巨大的商业价值。你别说啊，这小子脑袋挺灵光的，是挺聪明的。但是他这么做就没想过要考虑这个他妻子周女士的感受吗？你都要跟他离婚了，还考虑他感受干嘛呀？也是啊。再说了，他作为男方，这么一折腾以后，搞不好会有很多粉丝，再想找个对象应该不叫事儿。那么你作为女方来说，将会陷入到非常尴尬的地步。哎，那不行的，我也要上电视，我可以跟他对峙的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啊。哦，那我们回头再商量一下。但是吧，我还有个条件。嗯，你说。我去电视台，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赵丽了？我帮你安排。这人就越来越贱了。
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说你了吗？为了你那个没人看的破节目，你真是不择手段啊，还敢偷别人的案子。你现在不仅是个小偷，你还是个骗子。作为一个主持人，你能做出这种没有下限的事，你真是刷新了我的三观了。我只是觉得想给你的当事人多一个选择而已。不需要。看来你经常看我们的节目，好看吗？你那垃圾节目什么收视率你自己不知道啊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正是因为我心里有数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周明雅非常需要我。你的自信都从哪儿来的？哎，你是在跟我宣战吗？好，那就公平竞争。如果未经我的允许，你去骚扰我的委托人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不信你就试试。你笑什么？哎呀，怎么撞这个炸药包身上了？不过瘾啊！我就想知道它炸到极点应该是什么样子，没试出来。不是头，你说咱费这么大劲，就这案子真的能让咱节目翻身吗？不知道啊，试试看呗。蒋家栋的小视频录得怎么样了？哦，今天晚上就能上线了。哎呦，一共十集，每集三分钟，从蒋家栋跟周明雅最初见的地方开始，回忆他们在一起的一点一滴。每集的最后都是蒋家栋对周明雅最深情款款的告白 ，and 最诚挚的道歉。设计的挺好啊，比咱们节目好。那是因为人家蒋家栋配合度高。我发现那小子真的是个戏精啊！就不管他对周明雅有100个不满意，但是只要站镜头前，我的个天，那叫一个深情，哎，说的我都信了。他如果不是戏精的话，周明雅当初怎么会被他感动得稀里糊涂就答应他？高明，老是扎不到啊。听我口令，身体站直，两眼平视，小臂带动手腕和手，轻轻用力，开始。舒服多了吧？并没有哎。你就是把他扎成筛子，阳光也不会疼啊，受苦的还是你。可是我就是很生气。你有你的事业，他有他的事业。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律师了，你想提高你的业绩，他的电视节目不温不火，人家也想拼收视率啊。他提高收视率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他为什么摁着我一个案子没完没了啊？他能说服你的当事人上电视，这是人家的实力呀。如果人家真凭实力抢走了你的案子，那也只能说明你技不如人。这种卑鄙的手段，我还真就技不如人了。我就是希望你好好的冷静冷静的想一想，他们两个上了电视，那是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啊。我只是想让你冷静地想想，上了电视，这小两口就能出名，这种诱惑谁拒绝得了啊？阳光正是抓住了他们的软肋，拒绝不了。这可是他们婚姻啊，婚姻又不是儿戏。旺旺，你做我的工作啊，可能会看到很多和你三观冲突的婚姻关系，我希望这不要影响你自己的婚姻观。啊，那你是想多了。我呢，在
在全世界最好的婚姻模范下生活长大的，有你和我爸，我们三口永远在一起，什么事情也不影响我们。我教出来的女儿三观固若金汤。对，吃饱了继续战斗。爸爸，你是不是只会做这一种汤啊？这不是你最爱喝的汤吗？哎呀，老廖啊，你说这案子啊，我好不容易扛着陈律师的压力我才拿下来的，那我不能就这么丢了呀。行走社会，脾气一定要改一改。阳光是主持人，毕竟也算个公众人物吧。你说你那么跟人家说话，谁受得了啊？你要学会好好说话，服个软，看看能不能人家把这个案子还给你。我上次跟他说话的时候，我态度挺好的，我还给他道歉了呢，他给我轰出来了。上回你跟他说的是他妈妈的事情，人家不愿意和你谈，要不你再试试。但这一次不能一点就着，就骂人。还是那句话，好好说话。他怎么不好好说话？他能好好说话指人呢？你是个女孩子，人家三十岁大男人了，你有先天优势啊。你要尝试着怎么去激发他的同情心。教授不愧是教授，真的是说的太好了，我心情好多了。吃饭，吃饭。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李总，这路不好走吧？就在您那。哎，不用打伞，不用打伞。李总，请。李总，您对这还满意吗？老王啊，你现在好歹是个建筑公司的老板，不是包工头啊，不要搞这种土里土气的仪式。是是是，李总，我也不懂这个，我只是觉得吧，啊，您来了，我总归有点排面。李总，您咱们坐前面，我找一个小明星，表演一些节目，炒作炒作。我得感谢你。哎，等等，你干的，你干的，你干。幸亏你把我名字写错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别人知道我来了，那可多丢人呢。王老板。李总的名字也该写错是吧？李恒记得鸡是那个鸡吗？啊！李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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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来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李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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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马上改。不用，改什么改？直接撤了。撤了。妈妈，我好累啊！坚持一下啊！妈妈，我真的好累。你看人别的小朋友，人家怎么不说累呢？坚持啊！别撅嘴，没下。好，一会儿啊，妈妈给你吃棒棒糖。先拿着吧。那个女孩是安安吗？啊，是，就是给咱们楼盘拍宣传照那个女孩。那几个孩子干嘛呢？啊，这些孩子啊，是给我们各位领导献花的小朋友。献花这环节去了吧？这个钱都花出去。黑了，哎，让小朋友们都回去吧。把钱结了。你结。赶紧走，把花放下。
哎，快走快走。对，那边那边。好，爸爸给我花。哎，不，这马上开始了。开始啊？哎，开始开始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走了，我给谁看的？李叔叔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李叔叔，我都想你了。嗯，今天累不累？累。累啊。那这样子吧，你先去我车上休息一下，我跟妈妈说两句话，好吗？好。嗯，再见。走吧，走走，来。哦，李总，现在几点？哦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三。这个点儿，为什么安安不在学校上学？因为他，李总，我们这个情况吧，确实还是特别需要钱。我给过你钱了。是，可那钱吧，刚一到我手上，我这还没捂热呢，就被债主给拿走了。我包新买的，挺贵的吧？啊，哎，假的，这假的。你找到工作没？没有。我又没有文化，而且又不会做什么事儿。人家谁要我呀？你明天到世恒地产的总部报道，小秦会帮你安排的。不行啊，这那儿上班的话，那我家离得太远。主要我接送安安上下学不方便。我在公司对面有套房子，你们暂时住在那儿。真的啊？救命恩人啊！谢谢啊，李总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您放心，等安安长大以后，我一定要让他赚钱孝顺您。不用，你只要记得我交代你的事情就好。哎，您放心吧，李总。啊，谢谢啊，李总。欢迎。李叔叔，回家好好休息哦。李叔叔，我要送你一个礼物。你要送我什么礼物？这是妈妈奖励给我的，我把它送给你了。好的，谢谢你哦。不客气。李总，里边还等着您开始呢。送他们回家，回去之前先去我天浩苑那套房子看一眼。好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李叔叔再见。再见啊，李总。行什么行？哎呦，这还有几套啊？两套。那这个试一下。还有两套。试一下。好嘞。不是头，你认真点吧。就志玲姐特别交代，艾姐很看重这个。你要衣服是给人服务的，我怎么现在感觉好像我在给衣服服务似的？你试一下吧，头。那套好看，这套老气。哟，廖律师啊，改行做造型师了。我还是做律师，我来呢是想跟你商量商量，周明雅和蒋家东的案子。不用商量了，他们已经决定来我们栏目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安排档期了。咱有话好好说啊。我知道呢，赵丽的观众群都是90后，所以你想接一个90后小夫妻的案子，想要对付他，对吧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啊。90后这些案子比这个更劲爆、更劲巴的多的是，你呢就不要跟我抢案子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搞错了一点。现在无论是打官司也好，调解也好，都是他们的个人意愿，与我无关的，并不是我抢走了你的案子。蒋家栋呢，他是自愿配合，周明雅也想在电视上露脸。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找你的委托人好好谈一谈，而不是来我这里请求我的让步。阳光老师，
我呢刚刚转正，然后这个案子呢还是从前辈的手里刚刚接过来的。你宰相肚里面能撑船，这个案子你就留给我吧。我非常能够体会你现在的处境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对，跟你没关系。嗯，告辞。不送。哎，别挂了。他啊，穿什么都没人味儿，不穿更没人味儿。不穿，不穿怎么能没人味儿呢？是不是？人呢？车里。车呢？路上。不是让你早点出来吗？堵在路上，再说换衣服也需要时间呢。行，你快点啊。不见了。哎呀，志玲姐姐，真是 long time no see 啊！你还好吗？还好。哎，今天男主角还没来啊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在路上呢。那台里突然有点急事，马上就到。这不咱们俩也好久没见了吗？趁这个机会啊，叙叙旧。你说他这让咱们两个女生等他一个男生，跟我耍大牌呢？谁敢啊？谁敢跟41度的主编方矮耍大牌啊？那他这辈子肯定就没见过什么大牌。哎呀，志玲啊，你说你这小身段儿怎么保养的呀？跟20多岁小姑娘似的。哪有啊？老了老了。哎，真是坚持健身的吧？还真没有，我这人特懒。那我知道了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没要孩子。哎呀，我有的时候是真羡慕你们这种丁克家庭啊。哎，这女人啊，不管以前底子再好，只要一要孩子，全废。哎呀，这阳光是来还是不来啊？来呀，肯定得来呀。你让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你看，不是说曹操曹操到吗？我介绍一下41度的主编方矮。阳光，哎姐你好，阳光。阳光，哎呀，我见过的大牌可多了，像阳光老师穿成这样，这么休闲就来的，你可真是头一个啊！这干嘛要去钓鱼吗？哦，没。哎姐开玩笑了，是这样子的，跟您解释一下。是，本来他要换，不是后来突然公司那个电视台有点事儿吗？不是，我真的是想刻意打扮一下的，那个粉底我都准备好了。只是后来我又一想呢，这个矮姐跟咱们志玲姐亲如姐妹。我如果说打扮的那么哎，就感觉好像生分了，就没有那么轻了，所以我就想随意一点。如果艾姐不喜欢的话，我现在打车回去换呢。哎呀，不用啦，一家人嘛，不见外就好。就算我跟艾姐不见外，你作为一个这么有名的主持人，今后外出得多注意自己的形象。是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我倒想起来了，阳光，我最近看了你节目，稍微胖了点吧。哦，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男人可真是一胖毁所有，还是得控制。你这眼可真尖啊，还真是有点胖。我已经给他制定了一套减肥和健身的计划，马上开始实施了。今天晚上这就别吃了啊，水煮西兰花，一点油都不能搁，就得吃这个，听见了没？啊，行。你看看我们志玲，那对你是多么尽心尽力呀、啊。我呢，肯定是不能驳志玲面子的，所以今天啊，我把卢修约来了，让他给阳光重新拍套照片，好好打造打造。谢谢艾姐。光谢就行了，第一次见面还不敬一杯？哦嗨，我都忘了。来，我来，我给艾姐来。还客气上了，谢。啊。艾姐，敬您啊，谢谢。嗯，哎。
哎呀，阳光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些小鲜肉那可真是一茬一茬的出啊。哎，哦，就你们电视台那个赵丽，你看看人家肤白貌美大长腿，竞争多激烈呀。是啊，你说你们这些中年男人顺应一下潮流，好好调整一下，没有点危机感吗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你稍微一不注意立马就被拍死在沙滩上了。